一月，英雄好汉全部集合，卫视电影台《假条子真办案》。你没有搞错啊！香港最潮型男搭档玩转黑白无间道，冲锋车，有钱当老大，哇！没钱要骗很大。公主有喜，武功秘籍引爆灭门危机。你忘了白虎门的禁忌，下一眼不能出手。惠英红、程旭辉，白虎禁忌，十一月锁定卫视电影台。